看看刘总在这个很艰难的位置展示一对，下，这个推杆跟我的不一样。你看我的推杆，他用他自己的推杆，从这个铁的底下把这个球打出来。我们看一下刘总是怎么样做示范的，看是比我的效果而且是左撇子好多少。这是对，左左搞手啊，的左边搞的，他这个右手的人用左手来打。而且我这关键还是搞到洞里头是我的目标。看看。刘总他要把它搞到洞里面去，那个难度就更大了。试一下啊，看看。哎呀，他的效果比我好多了，他效果比我好多了，他效果比我好再来多一了，下啊，他效果比我好多这了。不录，这个就是他。OK。